我不太理解这个在玩什么。这个应该是，哦，猜。哦，这个是踩地雷。但是我会一直搞混，到底是哪一个是蓝色，哪一个是标识地雷？左键是标识地雷，左键是标识地雷，右键是标识，不是地雷。好，不要记得。好，大概知道了。要但记得左键是标识地雷，右键是标识，不是地雷。好，左键是标识地雷，右键是标识，不是地雷。左边是标识地雷，右键是标识，不是地雷。左键是标识地雷，左键是标识地雷，左键是地雷啊！啊，真是好难啊！右键是标识不是地雷，右键是标识地雷，右键是标识地雷，左键是标识地雷。左键是标识地雷，右键是标识不是地雷，不是地雷。好，左键是标地雷，右键是标识地雷，右键标不是地雷吧？好的，明显这是一个踩地雷的游戏，哎呀，我喜欢玩踩地雷呀。那这颗是什么猫？我还是会一直不小心会搞混，左键是有地雷，右键是没有地雷，左键是有地雷，右键是没有地雷，左键是有地雷，右键是没有地雷，左键右键是没有地雷，左键是有地雷。那这两颗是什么吗？雷，不是雷，是雷吗？混蛋，可恶。左键是雷，右键不是雷。哎呀，生气。左键是地雷，右键不是地雷。对于哪些是地雷，我还是很容易按错啊，很容易按错啊，雷，到处都是雷包。一不小心就会按错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在手上贴个标签，就是哪一根是蓝色的，和哪根是这个黄色的。每一个按之前，我都要想一下，这是按左键还是按右键。
右键、左键、左键、左键是地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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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键是地雷。这呢，根据之前的那个，这玩意是地雷，左键是地雷。按错了，愚蠢。右键。右键是没有，左键是有，左键是有。左键是没，左键是有，右键是没。好像是音乐，左键是有，左键是有，左键是有，右键是没有，左键是有，右键是没有。不错哎，蜂窝型，蜂窝型踩地雷，希望它的关卡不要很多。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很多的耐心，虽然说我还蛮喜欢玩踩地雷，踩地雷还蛮有趣的，但是我玩那个什么 Windows 踩地雷的话，我发现 Windows 踩地雷它有一个问题，它有时候你就是会被迫要踩一个。
但是我觉得 Windows 踩地雷后来让我觉得很沮丧的，就是它有时候真的是会被迫你要踩一个，而且我觉得不是我的错觉，是它真的会要你踩。也是我每次猜都会猜错，但是就是我玩 Windows 最痛苦，就是我是那个每次二选一都会猜错的人。他为什么这么贴心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三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外面的数字显示蓝色。是显示，也是显示它周围的蓝色方块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可以相信这个没有吗？哦，那这样这个一定就是有哦，也不一定，它搞不好还是没有。还是相信这种比较可靠。唉，那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吧。我就是想花掉，我现在有点想在我的手上绑标签，你知道吗？绑标签就是在我的食指绑个标签，就是写蓝色，然后中指绑个标签写橘色。OK， 等等，这个是什么鬼？为什么会有这个花号？嗯，哎呀，姐英文不好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大概知道，他说他给这个资讯是指有三个块块是。这是怎样？我还得去 Google 一下吗？ Consecutive 是这样的啊，悲剧过来！这个玩这个游戏，我还为了它，我得去 Google 一下，真是太惨了。完了，怎么拼我也忘了，英文一直都不是很好。SECUTIVE 连续，好好好，连续哦，所以这是有连续的方块。啊、可恶，笨蛋，我乱错了，有连续的方块。那然而这个，这个指的应该是这个连续，这个指的应该是这个连续。那我这边是用猜的、啊。还是说这个连续是指这个会连过来？闭着眼睛猜好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虽然哦，它指的是直线连续嘛，它指的是直线连续嘛，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大胆猜测，这是？也不对，它不是直线连续吗？哦，它是指在这一排当中有四个会连续，但不见得是从这个开始。那我大概理解的意思哦，所以这个就是这边会有两个是连续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所以。这边会有三个连续，那一定是这三个啊，这样子也算连续。好
吧，我以为中间隔了一个就不算，如果这样也是算连续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一排里面会有三个是连在一起，那包不包含这一个呢？反正，哎，它是哦，它这个显示的不是这两个，是这一区有两个。它这个难道不是这一区是零的意思吗？哎呀，我到底在怕个什么东西，混蛋！我这样子完全没有办法分辨啊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，混蛋！我真的以为这个是代表这附近这一圈是没有，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？那我要摸索一下，我要摸索一下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个我已经看懂了，这个零是代表什么？是这直排里面没有的意思吧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点就知道了，哦，好像是。所以这个是这一直排里面没有。哎，英文不好，真是太可怜了。我连玩这个游戏都要被歧视。有三个连在一起，就是这三个。有三个连在一起，那应该是这三个。可恶啊！哈哈，气死我了啊！看看啊，左手是有，左食指是有，然后还有四个连续，就这四个是连续，还有两个连续，那就是这两个是连续啊！这个也算吗？混蛋！啊！中间空一个也算连续？你这个骗子！和你这个骗子！啊！好生气啊！啊，但这两个应该是没有，这个应该不会骗我吧？这个到底包不包含在它正旁边？看来是不包含。啊，真的会被这个玩死！哎呀，是什么鬼？好，我们先从保险的开始，至少这个是可以相信的。两个连续，那这个跟这个不会骗我了吧？嗯，等一下，这指的是两个这个不相连，是这样子的意思吗？两个这个不相连。是这样子意思吧？猜的，好吧。这一排里面只有一个，所以我闭着眼睛猜一个，其实命中率应该是挺高的。这一排里面有两个，这一排里面有两个，这一排里面有两个连续，然后这一排里面有两个不相连。这排里面两个不相连，两个不相连，那两个不相连，那这个一定不是啊！我看看哦，左手是，右手是，那这两个，那这两个是，那这个一定也是哦。先点起来，两个不相连，所以这边两个也不相连，这边两个也不相连。三个，两个，两个不相连。是说这一排有两个，但是不相连，还是这个意思？所以这两个应该不是，我刚才怎么变？不是，然后这个应该是，
因为两个是不相连，但这边也是不相连啊，那就是这个了吗？应该是吧。那这个应该是吧。那这牌只有两个，所以这个应该不是。那这个应该是。这个算是一个的话，对啊，这个不可能算一个啊，这是分开的。这个怎么那个啊？这个他有这么好心是零零零零零吗？咔嚓！可恶，没这么好心。中招了，好吧，这牌有两个就对了吧，那这些应该就都不是咯。是指这牌有两个，这个应该不是吧，这个应该是，这个应该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个是，这牌只有一个，所以这些都不是。那这两个不是，那这个就是，那这个也是，那这个不是，那这个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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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不是，不是。虽然花了我一点时间研究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，这个代表是相连，这个代表是不相连，那不相连的话这个就已经是了，这个不是，所以这个是，是，那这个就不是，那这个就是，那这个就不是，那这两个也不是，那这个是，这个是，这个是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不是，哦，连在一起，好好好，这一排有三个连续的。想必是这三个吧，左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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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我按错了，这一排只有一个，这个不是。我已经开始有点花了，我看看我现在玩到第四关，它总共好像有三个大关卡，看看这个又是什么意思，它的中括号跟大括号是不是有点太像了，什么意思，这是指周围的是连在一起这个意思吗？测试一下，反正这几个一定是嘛，如果他说的是这样子的话，哦，好，所以这边应该是这样，嗯，很好，哦，天哪，这都是大括号吧，三个连在一起，四个连在一起，两个连在一起，看看从哪里解会比较简单啊，
这样好像挺合理的，我要试试看。先点一颗爆炸再说。啊，爆炸了！爆炸了！爆炸了！那没什么好说的呀。这个好处是只要有一颗爆炸，那其他我就可以强行得到答案，对吧？嗯，强行得到答案，这个是有三个连在一起。哇，那是这样，是一二三。可恶，我这样二选一竟然还猜错吗？真是太卑鄙了！我果然是一个二选一会猜错的人啊！真的，而且我就是一个二选一会猜错的人啊！好，再来，真的会滑，真的会滑。所以我先把我觉得比较可靠，这个是周围有两连在一起，是这两个。这个是周围有三个连在一起，对吧？是这三个吧？那这个也就不是，那这两个也不是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不是。那这是两个连在一起，所以是这个。这个是三个连在一起，所以我又要面对是一二三，还是一二三？这个艰困的选择，还是我应该把它留到后面。我先不要急着解它，我先把这个点开。这个周围有两个连在一起，那就是这一颗。这一个的话，周围有三个连在一起，还是有可能是这一个。先解这个吧，这个一定是吧。那所以这个不是嘛？那所以这个是嘛？那这个就不是，那这个就是。有三个连在一起，那所以是这个、这个、这个。那这个就不是，那这个就是。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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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个是。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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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，不是，是，不是。不是的话是左键右键来着，右键来着啊，右键，左键啊，右键啊，左键。哎呀，那你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他上角该不会是那个吧？哦，所以搞得因为上角这个符号代表的是这个剩下的那个炸弹数目。好，我平常没有太注意旁边，所以犯了一个蠢。好吧，我看看啊，我们一样先从比较保险的按起。不管哪一个，我们这个一定是吧。就合理推论的话，这个一定也是。那所以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就不是，这个就是，这个不是，那这两个就是，那这个就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就是，这个就不是，这个就不是。反正这个一定不是。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并没有什么卵用啊！我看一下，来看看。先放着吧。先来看这边。不管怎么排，这个一定是吧？是的话是左键。有没有用呢？让我想一下。这个一定是吧？这两个应该这两个吧？
哇，那这样是这边还是这边？啊，反正这个一定不是吧？这个一定不是啊！好好好，搞定了，搞定了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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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。好像这边还是卡着，等一下啊，好像是卡着，好吧，那先换这里好了，这边有两个连在一起的，可能是两个连，可能是两连，也可能是两连，是有三个连在一起的，可能是这样连，可能是这样连，但是这个一定是，这个先点起来。那这两个一定是的话，那这个这两可能是，那这个一定不是。那这个是，这个就不是。两连在一起的话，这个就是，那这个就不是，这个就不是。唉，那这家伙呢？它是一二三还是一二三？我又尴尬了，先把这边解了吧。好，至少他没有在这边刁难我。这边还有两颗，一、二，还有两颗，所以这颗一定是哦。试试按左键吧。那这颗一定不是咯，不是是按右键了。啊，搞定搞定。哈哈哈。这个桌有三颗，那就是你们三了。哎，横向是什么意思？我想看，横向指的是，横向指的是这个直排有三个不连接的。哈，等一下，这个直排有三个不连接，我们搞错，但这边又显示两个不连接。错啊，横，这是三个不连接的意思吗？算了，先把这个点起来吧，这个不会错的。哦，不对，是写在上面的才是三个不连接。那这个是什么啊？完蛋了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。算了，等一下点开来看就知道，点开来看就知道。奇怪是什么？我就想不起来了，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写在上面的才是直排有多少？是吗？想不起来。它不能每关都提示吗？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？啊，我怎么跳出来了？哎，好了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真的不记得了，真的不记得了。还是，哎，对。是这直排有四个吗？不对啊，不对不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还是说这附近有四个，有四个相连？对啊，有四个相连是这个。他的我就错几个点点看吧，我猜这个是吧？不错，他这个是我居然点右键，我猜这个是，那我猜这个是啊，没错，是。好，我们这样可以看出什么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再点看看，
看得出来吗？还是看不出来？能看得出什么？好像还是看不出来。不行，我还是看不出来它到底什么意思。这个代表四周有两颗，这个代表什么？直排有两个吗？也不对啊，也不是直排有两个。我记得中括号是直排有多少连接？完了，真的。这个，哎呀，这个二选一赌一把，解赌这一个不是，哈哈哈哈，啊，这个，这样赌不是办法呀。这样赌不是办法呀，这个到底是毛意思啊，混蛋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想不起来？我应该要找哪一关？哪一关是说明的？我想一下。我们找找看哪一关是说明的。这个是在上面的哦啊，我知道意思，他会不会是说从那一颗开始往下数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从那一颗开始往下数，算了，先继续吧。这个是的，是左键啊，这个也是的，左键，那就不是哦。对，所以从这一排开始往下数两个。接下来呢？先点这里吧。啊，我又忘了，这是从这里开始直排顶。愚蠢，记错就是爆炸。这是连续两个。啊，咔嚓，连续两个，我在蠢什么？这是这一排有两个，然后不连续，这个也是这一排两个不连续。不连续的话，随便点个不连续啊。这个感觉有点像哦。上吧，就是你，哈哈。那这一，所以他确保是这一排两个，那我刚刚这样乱点，居然也能够点中吗？如果他是说这一排两个不连续，那这个就是喽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不是，所以不是这一排两个不连续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奇怪，我刚刚看完说明，我居然还是这么愚蠢的看不懂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这个一定是周围两个连续，这我确定。这个括号还是蛮好认的。所以这个是周围两个不连续咯。那所以是这个咯。哦，好像比较。好像是这样吧。那这个应该是这纸牌有两个。这纸牌有两个。哈？哦，这边已经有两个。可是算是同一个纸牌。是这样就是。那这个就是。三。那这个就不是。这个是不连续的三个，那应该是 J。啊，我按错格了。不连续的两个，只是这两个。中间。好，好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好，不连续的两个，那就是这个。唉，终于破解这个谜团。那这个就不是。不连续的三个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哎呀，我按错了，笨蛋！那这是连续的三个，左键是有，右键是没有，右键是没有。有的时候没有耐心，他其实后面可以再推回去的。有的时候不是，我刚刚是因为我弄不清楚他这个到底什么意思。我要在这个上面的应该是这排有两个不连续，然后如果他在格子里面是这附近有三个不连续，就应该是这两个配这个，或是这两个配这个。那所以这两个一定是咯，点点看呗。这个是这直排有两个，这直排有两个。那这个一定是的话，这个。那这一直排有三个不连续。这一直排有一个，这直排有两个，这直排有五个。这纸牌是两个连续啊，我知道这个这样子我好像懂，两个连续，那一定是这个，他不知道跟这个算不算连续，他之前都逗我，这两个他跟我说这个跟这个这两个算是连续的，那我就蠢了，所以我先把这几个点开吧，比较保险，先把这些安全点点开，然后这个试探先把它点开。然后这一排有一个嘛，所以这个不是。这一排有一个，所以这个是。那这一个跟它应该不连续吧？连起来看看就知道。啊，好，那不连续。这个是按右键，左键，右键。这边有连续两个，所以这边有一个，那这个跟它，你看这样也算连续，是不是有点坑啊？这边有一个的话，所以这样点开，这里有一个，两个的话左键，这个代表是有两个不连续，所以这个就不是，那这个是，那这个就不是。这边是有三个不连续，所以三个不连续，可是这个跟这个好像算连续。基于它有点阴险，我觉得我还是再考虑一下，因为这个跟这个可能算是连续。
那这三个应该不是，先点开。那这两个也是应该没问题。这排有五个，一二三，还有两个包是哪里啊？嗯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，看看啊，这边有三个不连续。小想小三个两个，这牌是两个，这牌是一个，所以这牌应该没有。好啊，好好好，这样 OK， 安全，安全呐、啊，这个也安全。那这牌，这牌有两个，那这两个都是。这牌有三个不连续，一二，唉，这三个里面有一个，那这个应该不是，我猜，那这个应该就是，那这个就是，好，一二三四五，唉，第五个，再来，这一牌有两个，一二，所以这两个就不是。这个也不是，这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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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。这一排有两个，这两个有一个，这我也知道。嗯，这排有三个，这排有五个，五个。这排有五个，我感觉随便点，随便中。这牌有三个，嗯，我想一下，这是不是就要用猜的啊？我们还有十四个。六七八九，剩下这么多格里面有五颗，有五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猜哪个比较实际呢？哎，等等，这边有两个，有这里一个，这三个里面有一个。这边有两，这边有一个，所以是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嗯，这样的范围还是太大了。这三个里面只有一个。随便点一下，命中率三分之一，要不要来戳一下呢？好，咔嚓！哎呀，命中率这么高的人，你没别人了，就是我了。可恶，气死我了！什么命中率嘛？气死我了！什么命中率嘛？啊，可恶！一二三四。这五个全部都是啊，不连续，那就是这个，这一排有三个。刚刚那个不用猜吗？刚刚那个怎么解？刚刚就是我刚刚点的那一个，那边我无法决定要点哪一个的时候，那个不用猜吗？我是觉得他好像不用猜，可是刚刚那个我要怎么推？从他空的，他还剩十四格嘛，还剩十四颗嘛，所以扣掉已经有的，我发现剩下的有两颗我还是没有办法全。
就是从他剩下那些里面有多少是有地雷的，就是5、6、7、8、9、10四颗嘛，我的剩下科目有6颗，所以我还剩2颗，我还不确定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的确有可能旁观者清，我是满脑子数字，所以就是的确是的确是有可能的。看看哦，这边5颗连续，5颗连续，3颗连续。我决定我们先从简单的下手，2颗连续就是你啦。所以呢，1、2，这里。好，从简单的下手，不会错。简单的被我按完了吗？好像被我按完了，还蛮简单的。3颗不连续的范围实在是有一点，实在是有一点讨厌。但这个2颗连续，1、2，一定不对啊。所以应该是1、2，应该是2颗。那这就是1、2，1、2，左键，右键，右键，左键，右键，右键，左键，右键。六件，3颗连续，所以是这颗、这颗，那这不是，那这个就是，那这个也不是，那这两个也不是，这个是这一排有2颗，这一颗跟这一颗嘛，是吗？哦，是周围2颗连续，差点记错了，先看一下。这一颗，这一颗挺可疑的，我要点一下它。这颗挺可疑的。哦，真的有一个零我没发现。什么？我竟然没有发现啊！哦，那我就真的没有注意到啊，可恶！3颗不连续，这边有2个，我想看哦，2颗不连续。连续，那就已经是这2个吧。4颗，这个就不是，这个不是，那这个就是，试试左键，这个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一颗3个的话，这个就是，这个也是，那这2个就不是。不是，这2个就是啊！哎呦，按键我没注意到，哎呀，可恶！啊，气死我了，又按错了，没有注意到上面有一颗，这一颗，这一颗也是，是按左键，不是按右键。这个不是，不是按右键。
这个应该不是，不是按右键。这是按左键，左键。那等一下啊、三个、两个、一个，这个是，是，这个也是，左键。啊，我又没有看到这颗。哎呀，我是不是累了？我玩这个居然不知不觉我也玩了一个小时，好可怕，谜一般的游戏。玩着玩着，我居然玩了一个小时，你敢相信？在我不知不觉当中，我居然玩了一个小时。这两个是，这应该也是，那这个就是，那、这个就不是，那对啊，主要是。玩了一个小时，我现在觉得有点忙。我觉得这关玩完以后，我休息个15分钟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开另外一个游戏。我觉得我这样会有点花。看看，现在还有六颗是吧？还有六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其他这么多颗里面有一颗，这一颗已经是吧？左键、右键、左键、左键、右键、右键、左键、右键，是连续吧？那这个就不是，那四颗，一二三四，那这个就是右键，还有两颗，这颗是。这个也不是，我是真的还蛮喜欢玩踩地雷的、啊，所以我才看到这款游戏说这就是这个蜂窝版踩地雷，我就买了呀、啊，因为我还蛮喜欢的。好吧，我们这个先这一款先到这边吧。我9:15的时候我要开另外一款游戏，另外一款应该是横向卷轴的这种游戏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9:15的见，那谢谢大家，待会见，拜拜。